我们这边是服饰店吗？我以为我来到麦当劳。怎么会这样想？没有笑场，哎、欸，你很会 freestyle 哦。我想说，这个店员的平价店，对，很时尚。是反凡跟蒙俊吗？对。我可以跟你们拍照吗？你是？但不要给罗俊硕看到。俊硕看到了吗？你这样子，我很爱你。谢谢。好，我要回来穿鞋子。有没有好帅哦？好像男团哦。对，那个最近吴京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原子邦尼，对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原子邦尼吗？好像是原子少年，好像是被淘汰，好像是被淘汰的那个星球。你是土星对不对？我现在是火星的，我现在是火星的，对不对？都没，没有，他土星淘汰，现在变火星。我现在是火星的，我忘记跟你 update， 对不起。那我就请我们的店长来帮你介绍一些女生的衣服。好，哎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忙吗？我们就没有钱了，还要高级餐厅，要怎么好看的衣服，不知道怎么搭。哦，那你来我们这间店就绝对是对的，因为我们这间超会搭吗？超会搭了，超会搭。好，那请帮我搭一下。我觉得，刚用薯条就超会搭。我觉得像以为这里不是服饰店，短版的 T 恤呢，搭上你一点点这种背心啊，就是真的，而且显得年轻。你穿搭都看不出来，你已经快30了。快30了。哇！那我呢？来，我帮你搭配一下。来，你穿这个哦，这样子一起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可爱的蝴蝶结。店长，那我要这件。好，那帮客人打包起来。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可以去吃饭了，走吧。谢谢。衣服，忘记了，谢谢。拜拜！今天邀请到了几位演艺圈的前辈，要跟他们好好聊。完蛋，我们是前辈了。对，完蛋，我以为我们很年轻。我真的很小，我以为是你很小。是在报道原子少年，很适合啦。我觉得你一定会上。核弹少年，核弹少年。